请掀开经本第十八页第一行，十八页第一行，佛有佛世界微尘数身众生，所谓花季庄严身众生，昨天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接着看第二尊，光照十方身众生，名号的功德。昨天跟诸位介绍神的别名，而身众生，这个是通名，此地这一类都叫做身众生。大意跟诸位说过了，清凉大师他在此地有一个解释，如果就神所主的所主之事的，他说这一类的神众专以变化多身为佛事故，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变化多生，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比如前面跟诸位讲过，我们走进念佛堂，念佛堂逐渐逐渐要达到我们想象当中的水平。24小时不中断，一定要自己真正的奋发，勇猛精进，不需要靠别人督促，这样才好。大家在一起共修，依众靠众啊。凡是净念佛堂的人，都是来做佛的，这不是做别的事情，是来做佛的。为什么说他到这儿来做佛呢？观经上讲得好，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到念佛堂来念佛，就是作佛的。本来是佛，现在又作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所以我们心目之中啊，对踏进念佛堂每一位同修都要看作诸佛如来，这样久久我们自然就入佛的境界。所以这是我们以人身就变成佛身了，在变化身了。同时在念佛堂当中，昨天跟诸位提示的，除自己念佛之外，这个念佛要给所有念佛的同修做榜样，做模范。这就是做师做范，还要兼顾大众。
护持大众，那么我们这一生又接金刚神的任务，也接身众神的任务。你看这个多圆满啊！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念佛堂，如果对于教义不明白，观念长不过转不过来，功德就不殊胜了。念佛呢也容易懈怠，声名教义，离世圆融啊，真正可以做到勇猛精进啊，真正可以做到如佛经教相应啊，这个念一堂一堂无量功德，念一天一天无量功德啊，念一个月功德就更不可思议了。今天我们看第二尊身中神的德号，光照十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皆是光照十方啊！光表智慧，表慈悲也。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展卷之初就看到佛放光，十种光明，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就是总数啊。下面给我们讲般若光明云，都是加了一个大字，大般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乃至最后大皈依光明云。这些别号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琐碎的事情啊。无不是光照十方，这个光怎么照出去的呢？从你的信心里面遍十方法界，从你的愿心里面遍十方法界，念念都是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做好样子啊！这个心真实，这个心清净，这个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啊，没有分别执着，就是无碍光啊。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十二光啊，这是光照十方的大意。我们要学，就是要学有大心大愿。本经佛说过，他的当机者大心凡夫。
那个大心怎么个说法呢？起心动念都尽虚空法界，这个心就大了。信心是这样，愿心也是这样。那么神众神随着一切众生的心愿，如观音菩萨一样，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神众神是很会变化的。第三位还应调伏神众神，还是比喻，比喻深广无际的，因是法音。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讲经说法，诸位要记住，不一定是在讲堂，不一定是在讲台。讲堂里面，讲台上面，只是无量形式里面的一种。一定要懂得注重在随机说法，一切时、一切处，我们接触任何一个人，长存此心，帮助他认识佛法，帮助他认识大乘，帮助他接触净土。长存此心啊，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到人家商店里去买一点东西，也不忘记把佛法介绍给他了。我们这边印的书刊小册子很多，摆在外面借阅的。诸位说，我过去拿的已经有了，你有了，不行啊，你还要多拿一些，常常介绍给别人啊，这才行啊。我自己学佛了，我一家学佛了，广大社会大众没学佛，共业就转不过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大心啊，没养成习惯，一提起来大心就乏了，出了讲堂呢，心又变小了。如何能说保持初心呢？永远保持大心，时时刻刻都想到一切众生。我们接触就要把这个讯息介绍给他。那么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我们要把此地讲经的讯息转达给他了，把这个地方的念佛堂念佛的状况也要转达给他。那么他来不来听经，来不来念佛，与我们无关了。
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不必劝他来听经，不必劝他来念佛，只是把消息转达给他。我们的责任就尽到了。转达给他了，看到讲经的时候他没来，念佛的时候他也没来，下一次碰到再告诉他一次，他还没来，我下一次遇到再告诉他一次，只要他没有来，十次二十次都不嫌烦了，次数多了，我们去看一下吧，他就会来一次了。这是大心的落实啊。如果是外地区到我们新加坡来的，这个我们常常遇到啊，观光旅游的在新加坡很多啊，听听，他讲的是中国话，我们听得懂啊，看看呢，这些是中国人，就问问你们从哪里来的啊？有从中国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其他国家地区来的。我们把网络的网址介绍给他。大概在国外呀，现在每一家都有电脑啊。在美国，现在小学生已经用电脑上课了。他们这个小学里面的作业全部都用电脑。很少啊看到有手写的。那中学大学就更不必说了。我们把网址介绍给他。这个海音光照十方。那么这个网址我们最近印了10000张，印像小卡片名片一样，将来都放在这个外面，欢迎你们同修每个人都拿几张装在身上。好去做光照十方，海印漂浮，你要落实才行吧。漂浮两个字在此地我们可以省略了，前面说过一样的意思，调心啊，降伏烦恼习气一定要靠法眼。光照偏重在形象上，海音偏重在言说上，合起来正是为人演说啊，演是表演啊，说是说法了。第四尊净化严洁身中身，净是清净，怎样才做清净？断一切物，不着断恶的相，这个断恶清净；行一切善，不着行善的相，行善清净。换句话说，一有分别执着就不清净。花是表菩萨心啊。四摄六度都要懂得三轮体空。
三轮体空啊，要用《金刚经》上的经文来说，诸位印象会更深，也容易体会。无论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必须与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相应，这就是净光，真实的庄严呐！庄严三身呐，庄严法身，庄严报身，庄严应化身。因为三身就是一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那么我们学习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在与一切大众应酬里面，这个行法通通可以落实。你要是懂得了，无有一法不是菩萨法，无有一行不是菩萨行啊。我们威仪端庄，容色温和，与大众接触，给诸位说这是布施啊。使一切大众看到这个样子生欢喜心，那怎么不是布施呢？布施欢喜。生可爱心，生可畏心，又喜欢又害怕，那都是布施啊。生羡慕心，他要向你学习，这就成就功德福德了。无论是举止，无论是言谈，无论是工作，都有程序，有次第，有条不紊，这是持戒波罗蜜啊。持戒就是守法守规矩，一切时一切处，有人见到我要守规矩，没有人见到也守规矩，把守规矩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学佛的人都懂啊。没有人见到的地方，有鬼神见到啊！怎么可以说没有人见到啊，就可以随便一点，可以放一点？不可以啊！谚语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天地神明无时无刻不在监察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所以儒家讲慎独，都是独自，没有别人见到，也要小心谨慎。如同什么所事，是手所指一样，成就我们自己的德行，那么这叫持戒。与般若相应，与
无我相、无人相、无四相相应，那就是净清净。这是清净持戒不老。忍辱是耐心，能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那么现在念佛堂里面的同学，年轻人要忍啊，年老的念佛人可畏呀。他们日夜念佛不疲倦的，这年轻人念上几个钟点就疲倦，就受不了了，那怎么行呢？看到这些年老的同学啊，应当一生惭愧心啊，要忍耐啊。实在讲，这个前面几天呢，忍耐过去就好了，就很正常。前面这个几天是个关口啊，因为过去无始界以来懈怠成了习惯，现在叫你一下收敛了，好像非常难过，非常难受。这个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每一个人初学都要经过这个关口，所以不要畏惧，不要害怕，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你就能够突破。突破之后啊，那就是精进不落。真正做到勇猛精进了，这个讲堂跟念佛堂相结合，这样的道场戒心相应，实在是稀有难逢我们在一生当中能遇到几次？居住在这个地区，要知道珍惜，天天都不空过，你是这个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还有哪个福报能跟你相比啊？你这一生决定成佛，不但是决定往生成佛，而且你的品位决定高超啊！为什么我们能这样肯定呢？缘殊胜啊，这个事情是善导大师讲的吧？总在遇缘不同啊，世间许许多多年轻人，年富力强的时候，把学习的这个机缘疏忽了啊，将他宝贵的时间呢拿去观光旅游，实在可惜啊！那他听到我这个讲法，我们天天在研究教，在钻故址，天天在念佛堂念阿弥陀佛，他看到我们这个年轻人傻了呆了，不知道去玩呢，那到底是谁傻呢？这很难讲。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二三十岁，那正是一般喜欢玩的时候啊。
我从来没有去玩过，知道光阴宝贵，知道求学重要。我自己富很多，必须要工作才能够养自己。现在你们的福报，哎呀，比大梵天王都大。你们进念佛堂一分钱不要带，你看这个地方四世供养，这还得了啊！我在年轻要自己养自己，没有人养我，所以要去工作。工作完了之后，剩下的时间读书啊。除了读书，亲近善知识，去求教啊。善知识怎么认识呢？先认识一个，一个就介绍两个，两个就介绍三个，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我那个时候在台北认识十几位名教授啊。我虽然没有上学，我亲近的是一流的名教授，利用我空余的时间，我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成就自己的学问。我这个学问不是从学校得来的，学校读书也要有福报，我连生活都照顾不了了，哪有钱去念书啊？谁供给我们念书啊？我过的是这个日子，我的同事朋友都笑我，那个时候叫我的书呆子，天天只晓得钻在书里头。我在台北市住那么多年，我常去的地方两个地方，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书店的老板都认识我。其他的场合啊，没有我的踪迹。我那些长官同事啊，都在旁边议论，书呆子，不知道享受，不懂得享受。也有朋友来告诉我，我听了笑笑，我不是不懂得享受啊。我懂的，那懂得你为什么不去玩呢？我把玩的时间呢调换一下，你们现在年轻力壮就去玩了，我打算到晚年玩。现在年轻，我要用功发奋，到晚年的时候，我到处去玩。我的话兑现了。所以他们退休之后很苦恼啊，看到我在世界上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到处去玩，哎呀，非常羡慕啊！再点头，你的路走对了。我那个时候走，你们在旁边笑话我。你现在才知道我的路走对了，迟了啊！你学我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精进的要把握了年轻力壮这个好时候啊，到自己学业道业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刻意去观光旅游，都是接受别人邀请去弘法。那么弘法讲经一天有一定的时间，多半都是在晚上，白天没有事了，他们就带我去玩了。我玩的地方可多了，
住在当地的人，他当地很多地方没去过，我都去过。我在香港，香港拐拐角角的地方我都去玩过，当地人没去过。所以这个是智慧，智慧的安排，晓得我在哪一种年龄应该要做哪一种事情，把它做好，做得圆满。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自然就有多余的时间观光旅游。观光旅游也不是浪费时间的。观光旅游做什么工作呢？做后面两条，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两条在观光旅游里面成就了。般若是我们到处去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解众生相。芸芸众生他的体相作用，因缘果报，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是般若智慧。所有一切顺逆境缘，我们接触的时候心地清净，如如不动，禅定波罗蜜，花表六度万恨，净表一丝不染啊。禅宗里面所谓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这是禅定啊。观光旅游啊，是修禅定、修般若，跟一般人那怎么会一样啊？他们观光旅游，换句话回来一无所得，我们观光旅游定会增长。这是真正庄严，这是庄严达到顶端的。这个既是代表高兴，我们在这个名号里头应当如是修行。第五尊无量威仪神众神，仪时仪表，威我们世间人常讲的威风，风是风度，这个风度令人敬畏对你又尊敬又喜欢又有威可畏，不敢轻易冒犯了。无量是指四事无，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项当中，它都能成就威。威仪的内在清净无染
别人怕你什么？怕你的清净无染，因为他的心地身心是染污的，看到你身心清净，对你很尊敬，又不敢接近。道理在此地。这一句德号当中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持自己的风度，要成就自己的威仪。这样才能够教化众生，才能够帮助这个社会转移不良的风俗。也就是说，威仪是社会一切大众的好样子。我们不从自己本身做，如何弘法利生？如何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一定从本身做起。第六尊，最上光严身众生。光严这两个字前面说过，此地不同的加上最上，他提醒我们，智慧、威仪、教化众生的音声，这些事情不可以知足啊！为众生的利益，一定要达到最上。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啊，还要向上提升，不断地向上提升，提升到最上，再没有更上了。原叫佛果的境界，等觉菩萨还不是最上啊，上面还有啊。到如来果地，那就最上。你看他这个德号的用意多深，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绝不终回，绝不退转，绝不懈怠，教我们是这些事情。这样才是真正名副其实勇猛精进。所以把这个最上的标准指给我们了。第七尊净光云身，净光香云身众生，这个名号里头有香有光。香光一般都是表净土，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叫入香光时，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的。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极乐世界人身放光，所有一切万物都放光，连大地都放光，一片光明啊！极乐世界不需要日月灯啊，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永远没有黑暗。
所以那个地方没有年月日时啊。不但所有一切物相放光啊，而且放下，这是经常都讲的，宝相普熏啊。不但普熏极乐世界，而且还普熏无量世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能不能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香？能闻到。西方极乐世界光明我们也能见到。只是一些有缘的人，他们闻到，他们见到。我们没有缘，所以很少见到啊，也很少闻到。偶尔的时候，一念相应的那个时候啊，见到佛光，闻到宝相。这个相确确实实从来没闻过的，这个世界没有的。我相信有许多同修啊，在修学过程当中有这个感应，有这种体验。如果你见到光，多半是佛光。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闻到香呢，不见得是西方极乐世界宝香。何以见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读经，或者在这个地方念佛，或者在这个地方讨论佛法，偶尔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他看到了，看到这些心善行善之人呐，天神见到欢喜，他一定向你致敬，他在那站一会，或掌致敬，他只要一停留，天人身上就相信。所以你会闻到一阵一响，时间有几秒钟，也有几分钟，他走了，这个香气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乍闻异香啊，许许多多是天人。所以净宗啊，称为香光庄严。这个上面又加上一个净字。诸位，凡是看到净，都是与般若相应，与立四相相应。这个底下一个云字，云的意思是非有。亦有有，都是表事实的真相。第八尊，守护摄持神众神。所以我们在德号里面看到，凡是与会这些团体，无论是哪一种社团，无论他示现的 是一种什么身份，对于庄严道场护持佛法几乎都是相同。那么在这个里面，
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体验，那就是如理如法的修持，护持的这些神众啊，无量无边啊。就以这个经，这经是六书，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经上给我们说的出席的大众170多个团体，这170多个团体都是菩萨声闻，天神注重啊，每一个团体有一个人来护法，来护持你，你身边的护法神就有170多位啊。这不是当然之理吗？我们在华严会上要看不到这个事实真相，那这个经也就白读了。所以才晓得真正发心修学，你的护法神有多少啊？太多了，真正是不可思议。守护摄持，一切菩萨、一切善神发心守护摄持，我们也要发心。我们如果不发心，跟他们就起不了感应道教的作用。你像这每一位这个神的代号，我们念了之后都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们跟他就相应了。在世间人讲的心心相印呢，我们跟所有的神众菩萨众啊心心相印，他怎么不护法呢？他护我们，我们护他了。我们怎么护他呢？我们照做就是护他。那我们依照名号这个义理去学习，就是护他，彼此啊，互相的护持啊，不是单方面的。我不护他，他就不护我。我要懂得护他，懂得护他，这个里面字字句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一定照做，我一定学习，我护他，他护我。他落实护持，我也落实护持啊。守护意思很广，我们从小的事情来说，守护修学，我们对修学要认真努力，绝不懈怠，绝不懒惰，要守护啊，守护道场。是道场样样都能够如理如法循规蹈矩，守护大众，在这个团体里面，无论是轻重，轻重是修行的人，念佛堂念佛的，无论是执事，执事是服务的，在道场许许多多的事物需要义工来服务啊。服务的大众
一般称为执事。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临时到道场啊来参访。甚至于还有一些道场啊有观光旅游的。我们这个道场没有观光旅游。这些所有的大众我们都要守护啊。守住我们自己的原则。守住我们自己的威仪。守住我们自己的学风道风。或是自他多护啊。摄是摄受，就是前面所说的把佛法随时随处随缘介绍给一切大众，特别是对于来到我们道场参学啊，他没有参加我们修学啊，那么这些人是来做客的，我们要热忱的接待啊，把我们的道场介绍给他，把佛法介绍给他啊，持永恒不息啊。这个工作不是做一天两天啊，永无间断。啊，时时刻刻的有心帮助一切大众。成就达到究竟圆满，深众神他们这样做，我们也要这样学习。第九尊普现摄取深众神，普是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虚空法界，平等，这是普的意思。如果有亲疏，有远近，那就不是普的意思。那么诸佛菩萨诸天善神摄受一切众生，有没有先后，有没有次第呢？有。厚不厚厚朴呢？他厚不厚？他那个朴啊，我们看到是亲疏，实际上没有亲疏。我们看到好像有远近，实际上没有。那是怎么回事呢？缘成熟。缘先成熟的先得度嘛，缘后成熟的后得度嘛，所以从这个里面呢看到了差别现象，这种差别就是无差别啊。无差别当中啊现差别相啊，要明白这个意思，确确实实没有先后这个亲疏次第，没有啊，缘成熟的，这一接触他就相信，他就发愿，他就很喜欢啊。那佛菩萨当然立刻要照顾他啊，要帮助他，
要为他讲经说法。缘没成熟的，你给他讲，他半信半疑，他不想听。那你说的再多，再多是叫说废话吧，没听进去吧。那么对这样的缘分的人呢，你的佛菩萨一定要少说几句了吧。所以都在众生那一边啊，众生的机缘有没有成熟，决定不是佛菩萨这边的事，也不是护法神边之事。护法神也非常公平，你的缘没成熟，他并不是不护持，他还是护持的。但是跟你缘成熟的那个护持不一样，缘成熟他要全心全力照顾你，帮助你断绝一切魔障啊，他有责任啊。缘不成熟的呢，他照顾你，但是不是这样恳切。为什么呢？你还有魔障，你必须还要去还债。欠命的还命啊，欠钱的还钱。护法神在此地，你应你的造作，你应该受什么果报，你一定自己去承受。他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也是护持啊，不是不照顾啊。你没有走上菩提正道，所以魔来扰乱，他不干涉。为什么呢？应当有的果报，你应该要承受。如果你要是回心转意，一下走上菩提正道了，魔来扰乱了，他要劝阻，他要拦阻，让你成就。你不在这个道上，那根本就不能成就，你还是搞六道三途，那该怎么受，你还是要怎样去受去。他清楚，他明白，所以照顾不相同啊，不是他的心不平等。这个里面因果非常复杂，普现摄取，现是现身，跟前面讲的菩萨一样，菩萨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这些神众亦复如是，他们也是随类化身，也是随机护法，那个护持也随机，摄取摄是摄受，取也是摄受，此地摄取全心全力协助，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普现一切身，应以什么身他就现什么样的身，来帮助来协助来成全你。在身中身里头有这一类。幕后这一阵不动光明身中身，
这个名号里面教给我们这个意趣就很深很远。不动太重要了，无论是事法了，无论是佛法，成就的关键就在这两个字。不动就是真心的显露，不动是定，光明是慧眼。这个名号里给我们显示的定慧等持，不动不是身不动啊，身要不动啊，什么事业都不能成就。不动是说的心不动。所以说，如果你心不动，你的自信就现前，明心见性就现前。六道凡夫见不到自信，四圣法界也没见性，这叫十法界。设法界里面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见性？因为心动啊，都要知道动就见不到自性，不动就见性。那么什么人做到不动？本经里面讲的初住菩萨，这个经是原教啊，原教初住菩萨了，不动心啊，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决定不是释迦牟尼佛勉强，一定要要求我们要如这个甚深禅定的境界，不是佛要求啊，佛对人什么要求都没有。佛如果对人还有要求，那他是凡夫，他不是佛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呢，佛怎么会起心动念？所以佛的心永远是不动，不动是真心，不动是本性。凡是动的，动的那个东西是无明，不是自信。凡夫小乘都把这个动的无明误认为是自己的心性，这个错了。世尊在楞严经上把这一桩事情辨别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错认了心的，别说错用了，错认了都不可以。所以佛法里面表法用法轮，那个法轮就含这个意思，轮是圆，圆心，圆心是不动的，它如果要动，它就不能成为圆心，它就会有偏差，有偏差那个圆就不圆了，圆一定变成椭圆，决定不是真正的圆，真正的圆那个心决定不动，稍微动一点点，决定不是真正的。诸位细细去想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的心能真正到不动了，你才能证得大圆满。大圆满，大圆满是自信的相用啊。那个不动的是体呀。我们这个经题上讲啊，那个不动的就是大了，圆满呢就是方广啊，方是讲相啊，广是讲作用啊，相圆满，用圆满，为什么呢？不动，你那个心不动，就现象圆满，作用圆满，无论现什么相。尽虚空变法界，正如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你看这些神咒，前面跟诸位交代过，全是诸佛如来示现的，他们示现的神咒也是大圆满。你看示现的身中神，他怎么不圆？他不动嘛。那么诸位要记住，这个十尊身中神只有这一尊不动啊，别的都没有说不动啊。我们要这样子看经啊，三世佛都还冤枉啊。这叫什么？一文结义，三世佛运。三世佛都含冤枉，你把佛的意思全解错了。岂不闻《华严经》上跟我们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每一尊这个佛的名号里面就圆满含摄一切神的名号，不但是圆满含摄一切神中神的名号，华严经自始至终所列的一切大众的名号都在这一个名号之中。为什么呢？圆满的性德嘛。你说一个名号要是不具足，你的性德就欠缺一分，你就不圆满。那么由此可知，每一尊这个神都是互相摄持啊，这个是一点不错，这是事实真相。千万不要说人一位，我要跟这一个学，学一个就是学一切。学一切可以融摄在一尊菩萨、一尊神众之中。若非如是，你永远不能够契入华严境界。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透透彻的明了。所以你要是修，从哪里修呢？首先要修不动。关系太大了。我们今天最大的障碍，实在讲最大的魔障啊，就是叫你起心动念，一切时一切处叫你起心动念，那是魔王啊。那读经叫你起心动念，这个经是真的，那个经是假的啊。
哎，你读那个经不如读这个经啊！这听了起心动念，把你那个不动破坏掉了。念佛堂里也叫你起心动念，把你那个不动破坏掉了。念佛堂里的不修不动心，大家容易懂啊。我们念佛修的是什么？弥陀人讲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了，心不颠倒。我们念佛的目的是求这个，所以我们的念佛堂一个字都没有，全是佛像啊，就是叫你在念佛堂里面不起心不动，修不动啊。起心动念呢，都落在阿弥陀佛佛号上。你看这个多殊胜，念佛堂里面所供养的这个佛像完全是一致的，你怎么去看都是看到这一尊佛像，所以不可以供不同的佛像啊。不同的佛像一看呢，还又起心动念了。正因为这个不动心太难太难了，所以我们要用种种善巧方便。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啊。是无量善巧方便的帮助你修不动光明。果然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自信般若光明就现前了，智慧就透露了，你的身就放光了。你身放光，凡夫看不到。为什么凡夫看？凡夫的业障太重了，障碍了他的慧眼，障碍了他的法眼，他见不到啊。佛菩萨看到有一些鬼神，鬼神有五通的，他看到。你以前光很小，光颜色不好，灰色的、暗色的、黑色的、蓝色的光都不好啊！为什么呢？你心里头贪嗔痴慢了，邪思恶念放出来的光不好，不然，现在你是到了不动光明了，你放出来光是金色的光明啊！颜色不一样了，光也大了，都不一样。在佛法里面叫做光，在中国内地里面练气功也叫气，外国人叫磁场。实在讲呢，一桩事情，都是一桩事情，确实有啊。那么讲到这些磁场，科学仪器也可以能够侦测。如果现在一些再进步，讲的像照相机一样，是可以能把你的光照出来，把你光的颜色照出来。我也听说现在也有，有这些玩意出来了。我们也有同学去照过，拿来给我看。靠不住，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但是科技将来进步呢，我想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不是一桩难事情。所以这一句意思很深很广。下面
这是这一类的总结。如是等二位上首，等就太多太多了，多少呢？有佛世界微尘数，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啊，这个法会是无比的庄严。下面这是探得，探得跟前面菩萨来比呢，就简单多了。诸位要晓得，只是简单略说，他们的德行实际上不比佛菩萨减少。佛菩萨的那多说此地略说，略是广种之略，广是略种之广，广略不二啊。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千万不要以为哦，他们站在这一两句，你这个想法了，你完全错误。他们的德行，赞叹不尽。戒欲忘习，成就大愿，供养尘世一切诸佛。这是他们德行里面的总纲领。这个德行要细说，说之不尽。第一个，戒欲忘习成就大愿。他不是说往昔成法大愿，不是成就，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在往昔法大愿，法大愿未必成呢，就是已经成就了。成就就是他的愿已经满了，已经圆满了。圆满是什么境界呢？这不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虽然是暗示，实际上很明显，成佛了，他是佛再来的。如果是菩萨，那不能说成就大愿。成就大愿，那么这一些身众生，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来表演这个身份给我们看，实现应以身众神身得度者，他就现身众神嘛，就这么回事情嘛。实际上呢，早就成佛了。这个里面所讲的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身众生，皆是如此啊！后面我们还没有读到啊，但是我们从这一法呢，就能够贯穿一切法。后面所有的这些诸神，想必亦复如是啊！这对，真的是如是。那么由此可知，佛家常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真的是千佛吗？不止啊，一佛出世，尽虚空遍法界，过去未来一切诸佛都拥护，一尊佛都没漏啊，无量无边诸佛哪里止千佛啊？那个千不是数字啊，那个千是代表大圆满。你看华严表法用十，十是圆满，百是圆满，千代表大圆满，表这个意思，不是一个数字。
啊，所以成佛的时候，一切诸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拥护。如果那一尊佛不拥护，那我们就立刻就想到那一个没成佛，绝定没成佛。他要成佛，一定拥护。他不拥护，绝定没成佛。如果他要不拥护，还要来找麻烦，那决定是魔王不寻，毫无疑问的。他要不是魔王，决定不会长道。这个经读了啊，不但脱开心量啊，真开智慧啊，一点都不假了。这个一句里面，你看这个含的意思啊，多深。虽然是暗示，可是我们看到太明显了。下面教给我们两桩纲领的大事，这就是事先身众生，他什么事他都要做，这两章是他主要的，一个是供养，一个是陈思。一切诸佛给诸佛，除自己之外，通通是诸佛。所以身众神，他看我们都是诸佛。为什么呢？他成佛了，他是佛道家慈航来实现。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所以对一切诸佛他都供养陈思。哪一天我们一下意识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你呀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快成佛了。你还看这个众生，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你差远了。你的距离太远了。这一定的道理，佛在经上说的太多太多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里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里看佛菩萨还是凡夫，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境随心转啊！但是要晓得，佛眼睛看的是圆满真实。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是真实的呀，把一切众生看作凡夫，妄想，妄心变现出来的，不是真心，真心看的不是这样，禅宗里面说的很好，明心见性。诸位想想，见性这个意思，见性呢就是成佛了。怎样才能见性呢？要明心。我们现在的心不明，所以我们见不到心。为什么我们的心不明呢？因为我们的心在动，浮动，就前面讲的不动光明就是明心，先要做到不动啊，然后就放光啊，你这个心就放光啊，放光就见性啊，见性就是成佛啊。
这是必然这个道理，法而如是。这个绝对不是佛发明，绝对不是佛故意要我们这么做的。法而如是，决定不可以违背，违背那就完全错了。特别是学华严，学华严就是学普贤行愿的。学华严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不是凡圣同居土啊，也不是方便有余土啊，他生十报庄严土，他生常寂光净土啊。华严经对我们有这样大的殊胜的帮助。实在讲，任何经典不能违背，这不是我们说是特别赞这一部经，贬义别的经，不是的。这个是应机而说，其他的经经文短，没这么长。经文短呢，熏习的时间就短。华严经长，熏习的时间长啊。天天讲，要讲4年到5年。如果这4、5年的时间你一堂都不缺，你想这个熏习的力量多大？决定在阿赖耶里面熏成种子，而且是强有力的种子，那么对于你这一生的成就帮助可大了。如果你没有这样深长的熏习，它不起作用啊。偶尔提起来都知道，在境界里面自己还是做不了主，还是被境界牵着走，那有什么用处？这是大经我们赞叹的理由在此地。供养这个范围就太多太多了。平常讲布施，我们对待一般人，对待父母，对待师长，对待佛菩萨，那就不叫布施，其实还是布施，这供养，供养就布施里面加上最极的恭敬心，恭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布施就叫做供养。那么换一句话说，供养里面没有真诚的恭敬心，那叫做布施。布施跟供养差别在此地。所以普贤菩萨修学的10个总纲领，广修供养。你看，跟六度十波罗蜜里面讲的布施意思不一样啊。布施这个心不能达到究竟圆满，所以才说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够圆成佛道。为什么呢？
恭敬心没有达到基础。最极恭敬心是自信性德圆满的流露。各位要知道，性德如果你明心见性，你见性见到圆满了，自自然然流出来，就是这样。无论对什么人，对人对事对物，对诸佛菩萨，对人天，对畜生，对恶鬼，对地狱，那个恭敬心没有丝毫差别，都是最极恭敬心。在中国古大德也有表演示现，接收信徒的供养，一分转供佛，一分呢供养那个狗，这吃的东西，一半呢去供佛，一半去喂狗，心是平等不二啊。对诸佛如来，对这个畜生同样的恭敬心，最极恭敬心，这种显示他的心达到平等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习的。那么受供养，一切都受供养。六度万恨，普贤愿行，行一行都是供养。六度十度每一度都是供养。记住这个原则，一即一切，一切皆一，一句全部都包括了。陈思就是奉祀，我们现在人讲伺候，在身边照顾啊。他的起居，他的饮食，他的工作，他待人接物，就如同一个侍者在旁边，时时刻刻听命，为他服务啊，这叫臣子。供养陈思，所有一切法门都包括进。下面这一句是非常非常重要，心目当中一切祝福，没有一个人不是佛，没有一桩事不是佛事，无有一物不是佛，他见的是心的。一切有情众生佛性，无情众生我们今天讲植物矿自然现象叫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什么是佛呢？法性是佛，所以哪一样不是佛？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一切皆成佛。华严经上跟我们讲，一切本来成佛。
这个身众神就介绍到此地，请看底下第三段。足行神，清凉大师对于足行神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说，医治足行的众生，即守护故，如下面经文里面所说的，善见比丘，足行之神，持花成足。这是从事上讲的，说这一类的神，为什么叫他做足行神呢？他对于真正有修行的人，这里举了一个比丘啊，善见比丘啊，出家持戒，有修有学的一个比丘啊，他走路啊，鬼神呢、拉着花，那花是莲花，他叫他到哪里，那个花他就给他摆在那里，步步都踏在莲花上。那个花是谁放的呢？足行神放的。这从这四上说，说这些神众啊叫足行神。另外一个意思，足所行处，那么也就是讲的道路神。道路神是谁呀？现在管这个道路的警察，他们就足行神，指挥交通的这个管这个交通的你看在这个一般现在国家都有啊，公路有公路警察，铁路有铁路警察这个航空啊有航空警察那么这一类的呢都是属于足行神。由此可知，他是主道路的管这个道路交通的。那么从这个名义上我们能体会到，他着重在行路行路，这个路有正路有邪路正路是什么呢？成佛之道佛道也叫菩萨道，大道声闻缘觉小道小路，小路不能达到目的地，小路可以通到大路但是这个小路它不是邪道，为什么呢？它能通到大路通到大道。如果邪道最后它是通不到大道那个道就是邪路。诸位从这个地方就想这个意思然后你就晓得此地讲的行足行，我们这个足步步踏在菩提大道上这些神管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行佛所行跟他们就相应了
我们护持他，他也护持我们，我们跟这一类的神众啊就相应。请看经文，佛有佛世界微尘数诸行神，数量跟前面讲的相同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啊，这一会是尽虚空变法界，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们通通都来了，都来参加了。如果不是这样的程度，他想来也来不了。为什么呢？没有这个智慧，没有神通，没有道理，怎么能参加世尊华严法会？我们看起来，这凡夫之见，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在那里打坐，眼观鼻，鼻观心，一点动作都没有啊！二七日中、三七日中，哪里晓得他在定中讲华严经？定中那个境界多大呢？尽虚空变法界。不是一个国土啊，不是一个世界，尽虚空变法界。我们从看到出席的这个大会的这些大众啊，就明了了。定中突破了一切时空的障碍，所以定中境界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没有边际，所以感得一切诸佛菩萨世心六道的众生，六道的形象，世心十法界的形象，都集会在道场。也许有人问，那道场能容纳得下吗？此地讲的是法性，在性体当之中啊，没有大小，没有广狭。有大小，有圆净，有广狭，凡夫之见呐，是你心在动中才有这些现象。心如果真正到不动了，这个现象完全没有了。所以说是说真的这个境界没有生灭。我们今天讲性相，没有性相啊，没有真假，也没有善恶，也没有邪正，什么都没有啊。没有缘尽的距离，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啊。叫一真呐。世尊在菩提树下做的是一真法界。这才是真实究竟圆满。这个地方也举了十位上首的德号，我们从名义当中去学习。学习的原则不要忘记。
一多报二。所谓报应手做先生，这个意思诸位懂不懂呢？应手，什么叫应手？应手翻过来叫手印，意思是一样。那么诸位知道啊，密宗里头非常讲求手印，手印决定不能够错误。手印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话叫手语。你看盲哑学校里面他学手语他根这个六根呢有欠缺，不能发音，不能说话，他给人交换意见用手语比划用手语所以他也要学习手语，手语表示彼此都能够沟通这个应手啊就是手语报应手啊手语之可贵站在十字街头指挥交通的那手语第一位不就是什么？这就是如果红绿灯没有了，站在十字街头那个指挥交通的警察就是保应手做先生，你就看到了吧。今天时间到了，你就在这里。